自从遇见了你，我的需求曲线就开始变得杂乱无章。你既是我的奢侈品，也是我的必需品。你这不是挺上道的吗？可是你们之间横着那样一个误会，恐怕再也回不到学生时代的纯粹了。既然过去让他动了心的是我做的那些事，那现在我还可以让他再次喜欢上我。恋爱又叫推拉游戏，最主要的就是敌退我进。师傅，实在不行的话，那你就想办法说服他。你想什么呢？啊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应该念说话的说。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?青春，气球是会飞走的，但是总有一个是属于你，无论怎么样它都不会走。什么情况？摔伤还是车祸？做卷腹的时候撞到后脑勺了。